这什么东西啊？哎呀，好恶心哦！为什么这个模组的作者都喜欢做这种感觉很恶心的那种飞行生物啊 ？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呢，我们准备呢，要再去更远的地方啦。那我们呢，该怎么讲？上一集，哎，我的猫头鹰呢？我突然讲到猫头鹰这件事情，我猫头鹰去哪里啊？上一集问我说要让这个猫头鹰取名字哦，可是他跑去哪了？他在这里啊。哦，我稍微看一下留言啊。哦，让我看一下，我突然有点忘记了。我来看一下，黑，有人要我取黑夜神鹰，应该也是可以吧？有人叫老母鸡啊，然后还有什么叫做下面鹰鹰是怎样？乱来啊！还有个什么黑莓奇异博士啊。大家的想法都非常的有创意，好不好？不过呢，我们还是找一个好了啊，我们就给它叫做黑夜神鹰。虽然呢，你只是一只普通的猫头鹰，但是呢，还是叫黑夜神鹰好了。来吧，从今天开始，你将跟别人不一样啊，黑夜神鹰，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他们叫猫头鹰，我叫黑夜神鹰啊！忘唱错是不是？老头唱歌好难听。嘿啦，对啦，就你最好听了，好不好？好啦，那我们已经帮猫头鹰取个名字之后呢，老头今天本来是想要看工作台的东西。老头今天本来是想要看工作台的东西啊。忘记用那个把那个什么蓝图全部叫出来了。出现了。老头呢？本来今天呢，想要看工作台的这个后面两页的东西啊，但是呢，我发现呢，他们要的材料基本上有一些我都还没获得哦，所以说我是觉得，可以先缓缓啊，因为有一些东西获得的方式我不太清楚，这个就只能依照就是不是工作台做出来嘛。对不对？就是打怪掉的嘛。以我方舟玩这么多年来看，不是制作就是打出来的，就这么的简单。所以说呢，我们呢还是说稍微先把所有的这个新模组的生物稍微的探索过一遍，看看他们到底会掉些什么材料。等到真的那些材料某一些特定的非常难取得，就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获得，已经打遍所有天下的所有的生物了，却没有拿到那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再用指令把它召唤出来，然后我们再把这几排的这些感觉很屌的东西召唤一下，好不好？所以说呢，今天也没办法使用工作台的东西啊，我们呢要立定一个新的目标哈。我们立定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呢。老头决定把这个传送门盖在空岛因为呢，怎么讲，在空岛才会有更多新的东西。依照这张图的惯例这张图的这个著名景点就是我们的空岛我们的空岛位于这个左边呢，你们看到这个一个海，中间蓝蓝的海没有，旁边蓝蓝的海中间一个很像岛屿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这张图的算是地标，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没有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就是要去这个空岛我们要往空岛前进啦，好不好？往空岛前进，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东西各位看见了没有？这个东西是什么？哎呦，上面还有更大的！哇，这边有两只我没看过的东西，这什么东西啊？蝙蝠吗？这什么东西啊？哎呦，好恶心哦！为什么这个模组的作者都喜欢做这种感觉很恶心的那种飞行生物啊，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哇塞，这种血盆大口，这到底是昆虫还是会飞的生物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也太夸张了吧！而且这到底要怎么驯服？把它射晕好不好？来，上膛了。没中，可恶，居然没中！先抓它再说。有了，中了！有了，掉下来了！那旁边刚刚那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飞龙哇，好多东西这只怎么抓啊？这只应该是高级飞龙它怎么掉下去了？
看到我吓到了是不是？啊，我没有那么可怕啦。哎、欸，他真的不见了嘞、欸！哇塞，啊，你去哪里了？啊，怎么只剩下他？啊，刚看到我的那只龙，转个圈，旋转跳跃，我扁不尖啊，就这样消失了，太诡异了吧？啊，还是说他掉到 我看不到的地方？哎、欸，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抓到哎、欸。嗯，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只是那看起来很恐怖的那一只蜥蜴，我知道。好吧，那只龙不见就算了。啊，然后这个是猫头鹰嘛？哎、欸，我看到了，是这个，就是你啦！来来来来，别想跑，你也一样，大家都一样，好不好？好不好？大家都一样。哎、欸，哎呦，吓我一跳！哎、欸，这个龙的声音好大声，打呼哎、欸。这只应该不是普利亚模组吧？我觉得这只应该是高级飞龙的模组，我觉得是啊，好不好？我们喂它吃一下生肉，让它嗑哎，好，非常好。没多久就起来了，哦，然后，哎，对，这是高级飞龙啊，做的好栩栩如生哦，还会自己抓痒，有没有？好酷哦！我想说，要不要先把它带回家，先把它传回去好了。到时候再一一做介绍，好不好？因为我们上面还有一只更恐怖的东西没有讲，不是没有讲，没有看啊。他应该还在睡觉，还在睡吧？啊，睡在这里啊。这只又是吃什么鬼东西的？我们现在都还没到空岛啊，我们就遇到一堆奇怪的东西了。来，这只好恶心哦！打开物品栏，你是吃什么的？依旧给你五块生肉，不吃。啊、熟肉呢？不吃啊？那你吃什么？吃大便啊？哎呀，什么声音 ？What the hell？ 你不要给我发出奇怪的声音吓人好不好？你吃这个饲料吗？你也不吃，你到底吃什么？油？不吃。生肉？不吃。啊，你到底吃什么鬼啊 ？Mana 不吃，来给你吃果实。哇，这个上面应该会写说要吃什么吧？我们拿一下望远镜。他写说食物是类似就是什么没有的意思，侦测不出来，侦测不出来。哇，那我该怎么办？一般的饲料。还是不行，生肉不吃，不吃。那你到底吃什么？纤维，吃不吃？不吃。石头，给你吃石头好了吧？哎、欸，他真的都不吃哎、欸。他会不会到时候，他会不会后面需要什么神级的饲料之类的、啊？这太诡异了吧！你都不吃，那我该怎么办？说真的，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现在身上没有东西可以喂它了，吃火药吗？不可能啊！哎，等一下，它咬了，它刚刚到底咬什么？石头！哇，这家伙吃石头啊！太神啦！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吃石头，也太有趣了吧！可是家好少哦，这家伙可能吃硫磺哦，这家伙有可能是吃硫磺的那一种哦。但是呢，我们没有硫磺，所以他只能吃石头，一个吃铁。啊，完蛋了，我们没有石头。我为了他，我必须要去挖石头，这样像话吗？哦，刚好那边有金属，哎、欸，搞不好吃金属也说不定哎、欸。我们悄悄看好不好？哦，好多石头、哦，这个我觉得这样子够了，好，这样绝对够啊！我掉下来了，呜，让我上去，哟，来吧，让我满足你的胃，金属，啊，好啦，还是你还是乖乖吃石头好了啦，不管了，反正呢，100颗绝对让你起来。
他应该就是跟那种，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啦，巨人哦，那种巨石怪有没有会吃硫磺跟石头一样的意思，他是这个概念，啊、哦，他是这个概念，可是我看不出来他跟石头类型的有关系啊，他的感觉就像是甲壳飞行哺乳类。啊、哦，你看，因为它有这个翅膀，感觉就像是翼龙的翅膀，然后又有那种昆虫的脸，哦，那这红、这黄黄的，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没关系，它起来了，我们等一下来把玩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刚刚有看到另外一只小小的，另外一只像蜥蜴飞龙的，那就不要理它了。哇，一醒来就叫，哎呀，恶心！哎、欸，它只能，啊，它可以骑乘。这个也实在也太诡异了吧！这家伙也太诡异了吧！好好恐怖哦，这个先给他吃传送门。来，我们给他点一下。哇！一个叫就下大雨。右键，什么东西？他是什么意思？按 C 键，我是不是要装什么魔法弹给他？啊，他说我没有什么，没有食物。来来来，我真的不知道他要什么东西。mana， 他会不会要 mana？ 哎、欸，我们 mana 怎么不见了？我们不是有那种金色 mana 吗？哇哦，超屌哎、欸！他会帮忙咬石头之类的。哎、欸，他帮忙咬石头哎、欸！哇，石头给超多的、啊，挖矿大哥，你说挖矿大哥哎、欸，有没有人说你说挖矿大哥啊？太厉害了！哦、oh, ，有了，是需要什么材料啊？398。哦、oh, ，需要100个金属啊！100个金属，它就会吐火球出来啊！我们来试试刀一下，好了，好不好？那这边那么多巨齿兽，哦，这叫什么？哇，被爆炸、欸！哇，这爆炸伤害好猛哦！哇 ，AOE 技能，而且它什么都能吃、欸，哎，它肉也可以咬，木头也可以挖。哇，金属也能，这万用型的哎、欸！我说呢，这万用型的，这只带在身上，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办了，啊，点个移动速度好啦，让你感觉飞比较快一点。它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飞得太慢了，好不好？这是唯一的缺点。好，我们先把它带回家了。等等的，这是我见到的最恐怖的生物之一了。来，带回家，先让你回家哈。我们还有任务要办。等一下，我不要走，我不要！你这王八蛋，你害我，你害我，我要重飞一遍了。你快给嘞！气死了！算了，既然都回来了，等一下再去理我们那只狮鹫兽好了。我们顺便看一下这只我刚抓的飞龙。哦，完了，我又太重了，林北又过重，再点一次。好，这只是高级飞龙，它应该可以拿来那个吧，用我们之前做的鞍吧，我看一下哦，这个吗？不吃，这个也不吃。还有一个鞍在哪里啊？这个也不是，哎，这个他刻哦，刻下去会怎样？哇哦，跳这么高！哦，火焰！哦，那个蜥剑好帅哦，尾巴攻击。哎，前面那什么东西啊？完蛋了，我们今天到不了中央了啦！一直看到这种奇怪的东西就饱了、啊，这什么鬼啊？这也是龙的一种哎、欸。
哇，他的攻击方式好多种哦 ，AK 实践。来来，一个过来哦。哦哟，重力突击，右键，我烧，我烧，要没体力了啊！我觉得在陆地上会比较好一点。烧烧好烧烧好低哦！哎，他在陆地上也有另外一种攻击模式哎，这么酷哦！尾巴甩击，啪！但是动作很慢，动作很慢。我说真的，完蛋，我看不清楚了，去死吧！走开走开走开！哦，好多哦！我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全部都要来就对了。而且我装备这个到底能干嘛？其实说真的，我不知道能干嘛哎。但是它却可以装，装上去有差吗？装上去，哎，那个蜥蜴，摇摇，啊，算了，不管了，就给它装上去好了，反正感觉很强。而且感觉他装了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啊，我觉得改变不大哎、欸。打啦，有啦，救命！咋啦？干得好，好，我们先把它带回去。哦，那真的飞有点慢啊，这只。这只移动速度也是啊，天杀的加很慢。好，我们把东西拿回来。哦，不是。这个蜥蜴不要理他，那蜥蜴不要惹我就好了。哇，珍奇异兽太夸张了。好，我们刚刚看到很前面有一只，看起来很像我们在玩魔物猎人的残爪龙，好像残爪龙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啊，顺便把它抓一抓，在哪里啊 ？Hello，Hello 哈。残爪大哥哥怎么不见了、啊？你该不会被其他生物咬死了吧？其实有可能。好吧，我觉得我放弃了，我真的找不到了。哎，我们有缘再与他相会吧。我已经放弃寻找他的踪迹了。我又不是魔物猎人，林北又不是魔物猎人啊！啊，怎么会知道他跑去哪里了？足迹找不到啊！啊，找不到足迹啊！有缘再相见。我们这次真的要赶快去空岛啦！哇，那边有一个蛇女妹妹，好多东西哦。我们下次再抓蛇女啦，再这样下去，我们时间也来不及了，好不好？我们直接去空岛了啦，我不管了。哦，我们找到，我们找到了。才刚刚讲说我们要找这一只家伙，说想说算了，放弃了，结果这边就遇到了。这家伙我觉得一定送玉轩驯服。啊，一定是晕眩驯服。然后这边又有爆人，我觉得在他还没有被爆人杀了之前，林北先抓他，然后赶快去空岛，然后我们再回去玩，就这么决定了。没中，没有中。这家伙看起来血蛮多的嘛，1600啊，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残爪龙，好不好？像什么猪类的啊，倒了倒了倒了。这家伙长什么样子啊？我靠，一堆兽人在攻击他、啊！哎，会死会死会死！你不让我抓就算了，你还只弄我啊？好意思啊、哦？哎，还说真的还蛮痛的、欸，我没在开玩笑。他们的合理攻击真的好痛哦！我等一下那边还有一只花豹人啊，待会再说。干什么啦？你是有意见是不是？你是有意见啊？哇哇哇哇 ！Oh my god！ 他们太扯了哦，成群结队哦。那种 NPC 类型应该都是尾行驯服啦，这个不用讲了，之后再说。赶快把你带起来才是真的。起来起来了起来了！你看长什么样子啊？哇塞，这是像鳄鱼又像什么啊？好诡异的东西哦，实在是太诡异了。好不好？我们先把它带回家，先传回去，先传回去。哎、欸，它的脚看起来好像恐龙的脚、哦。快点，快点，真的不行了，先让你带回去，先让你回去，先让你回去。
好了，不要阻止我，不要阻止我，我要去空岛啊！今天的目标都做不到啦，路上遇到一大堆让我停下来的东西啊，是时候该走了。我说真的，该走该走了，我的天啊，真的该走了，好不好？我觉得一集拍不完，一集拍不完，这真的要分好几十集啊！啊，这个模组实在是太有魅力了，颠覆方舟生存进化的印象，就有点类似像是那种中古世纪有没有？中古世纪的一个版本啊，覆盖在这个方舟大陆上面，掺杂一些古代的恐龙，就这样子。啊，会不会哪一天啊，那个中国版本的出来了也说不定，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啊，有的话我就玩看看啦，没有的话就算了，好不好？我觉得现在这周遭非常的危险，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我从来没看过的生物了。啊，果不其然，这边的飞龙非常的多，老鹰也很多。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弄一个传送门，好，我们就先回去了。不然的话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啊，这样太危险，在这里，我觉得这里很安全。这样太危险，这个叫什么名字？空岛，你只能叫空岛啊，不然叫什么？好啦，我们回去了。我们之后呢，下一集再过来空岛探索吧，就这么的简单。啾！哦耶！来来来，不是你，不是你，来帮你点一下负重哈。我身上太重了，什么声音啊？怎么感觉有东西被敲的声音，被扒飞的声音？上得去吗？好，可以动，可以动了。哦耶！怎么了？哇、wow! ！是哪个家伙不怕死，在那边敢那边乱乱啊？哎、欸，哇！全体攻击。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你们要乖乖的啊！你们这样子我哪受得了啊！欸，我这只可以跳欸。欸，这只真的好像残爪龙哦。啊，怎么又有那个啊海龙王在这里啊？攻击攻击！我来清一下这里哈、哦。好，我们看一下，右键是爪击，西键，哇，凶暴怒的怒吼。啊！然后之后，我们前面三角龙完全不鸟我，啊，用出他的鄙视眼神看着我。AKS 键没功能，不过这只会跳。欸，这只真的好像残爪龙哦。你没有玩《魔物猎人》一定知道残爪龙是什么，超级像，只是他的头有点不像而已，就有点感觉就像是某种别的版本的残爪龙，好酷哦！啊，在空中也可以攻击，哦、啊，在空中也可以爪。空中也能叫吗？在空中也能叫，好，我服了你了。行，好了，他除了这样好像没其他功能了。哦，他也不需要安，就这么的简单。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东西抓的过多了啊，各位应该也叹为观止了，好不好？尤其是我们刚刚抓的那一只血盆大口昆虫飞行生物，吓死人了。好吧，那么今天差不多也告一段落了哈，这个本集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啊、哦。那一样，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记得按个喜欢啊，记得按下你的订阅以及分享出去啊，或者是留言啊，让我知道你想对我说什么。感谢各位接收看啊，我们下一期，哎呀，有机会，应该是不是有机会，应该是一定会有哦、啊。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